Cause You could be my teacher. You could be my boss. 出来吧，不然我们下回合。先不要开光。小鱼，哎呀，这光好烦！哇哇！大本去上去一下之后再下来一下就很饿，上去一下我就下不来了。哥哥胆小，哥哥就只敢陪你玩单车了。你摸我手，你看我的手，手是汗，你看我手是汗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要不是为了张鑫，我真不能来。现在他又。还好，真的不恐怖，这个是真的不恐怖，就是自己心理建设做太多，对，年纪大了，他这个锤子也没有什么，怕死。谢谢根哥，嗯嘛，没事，走。啊，前面，很有耍龙吗？真狗不挂，可以。什么时候挂的？你旁边是摘了，是不是让人摘了？哎，是不是这个？我看到你了。好、啊，博远小鱼大龙特冬季我603 YDS 远东繁星更有钱哦，这个有点纪念意义啊，可以，怪不得最近那个运气这么好呢，有原因的。哦，父亲啊，把着点儿。卡住了啊！这不是啊！大哥，666，大哥。人都跑哪儿去了？醒一醒！哎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太好玩了，碰到你太逗了。反正在他笑死了。谢谢各位哥哥，各位今天陪我玩了好多，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？那个大反图。反图，好，先不问反的。峰哥，不是呢，我本来我就恐高，然后今天第一个玩的游戏什么跳楼机啊，就是因为没人陪你了，然后哥哥就是舍身取义，陪你玩了一次。对，你为啥不陪我玩太阳神车？太阳神车就是哥们儿。舍身不了了，我怕我那个等会儿就是真没神了，我真怕我真上天了。大哥，我印象最深的还能有哪个呢？
就玩了这个，醉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前两个都没陪特特玩，我觉得还心里面挺愧疚的。我想来都来吧，结果上丘他动得第一下，我觉得不简单，因为他还能这样转。我陪你玩了所有啊，对他玩了所有。本来不要让你们上，我都没休息好，我身体。哎，很开心的第一天，蛮开心的，应该非常开心。大晚上的，大家包场欢乐谷也没啥人。感谢欢乐谷的工作人员。哦，对对对，欢乐谷的工作人员们，对，给我们拖了这么长时间，没错，谢谢。也感谢各位工作人员，然后跟我们到那么晚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